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说一说旧金山湾区三藩西斯科 Bay。三藩西斯科 Bay 在个人理财网站 Walt Hoover 14号公布的全美发展最快的城市名单中，人均 GDP 排行中前5名都是由硅谷的城市去包揽了、包办了。硅谷的圣何塞、Sunnyvale、圣塔克拉拉、三井城、苗必达位列并列人均 GDP 单项的榜首，增长幅度皆为6.41%。其中，苗必达更荣登全美发展最快的城市第17名。这项发展调查对美国的515个城市进行了分析，使用了17项评分标准排名，包括社会人口统计数据、就业与经济、科技公司与创投基金增幅、中位数房价增幅和大楼营建执照发出的数量等。在大型城市的排行榜中，发展最快的前3名次，德州的奥斯汀。奥斯汀是首府啊，佛罗里达的迈阿密，迈阿密以前热火队，NBA，华盛顿的西雅图是靠近加拿大的温哥华，湾区的涡轮排名第6，旧金山排名第13，圣何塞排名第17，发展最快的大中型城市是圣塔克拉拉市。排名第39，圣马刁斯排名第40，然后就是我们费蒙第49，桑尼维尔是第51。发展最快的小城市中，苗尔比达排名第6，布林桑顿排名第10，红木城第11，三井城第15。发展最快的小城市，它是由大中小型城市构成的，有的城市本身就是比较小，但是就是上面说到的这个是比较棒，代表了加州湾区在这种分量。旧金山湾区是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北部区域，包括都会区。旧金山湾和圣帕布洛湾四周，湾区范围包括旧金山、圣马刁县、圣克拉拉谷地区。东侧有阿拉米达县、唐特拉科斯塔县、索拉诺县，北侧有马林县、纳帕县（纳帕就发生地震那个）、索诺马县。共9个县，101个城市。湾区也包括，就是外围的其他县，例如是圣贝尼托县、圣华金县、斯坦尼斯劳斯县和圣塔克鲁兹县。这12个县合称为加利福尼亚圣何塞、旧金山、奥克兰综合统计区，为美国西岸第二大。仅次于洛杉矶，全美第5大的都会区，这就是旧金山湾区。旧金山湾区，它是这地方有斯坦福大学，有旧金山湾的唐人街，旧金山奥克兰的海湾大桥，纳帕县的纳帕谷的葡萄园，圣何塞的棕榈广场，金门大桥。帕洛阿图的海湾自然保护区，奥克兰的天际线，纽尔森林的红杉，它分为旧金山湾区，它分为它的坐标是37度、45度、N、122度、17度、W，它这个气候是非常好的，旧金山湾区。它分为东湾 East Bay、
北湾 （North Bay）、半岛和旧金山，还有南湾。这个城市是它九个县是6966平方英里。传统九个县总人数是在768万，范围再扩大到外面去是875万人口。它的族裔非常的多元化，旧金山湾区比较活跃啊，有亚裔、有非裔、有西班牙裔和太平洋岛民居住。人类居住旧金山湾区。最早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，在18世纪，湾区的主要人是欧龙人。为什么我们那个学校叫 Ohlone College，就是纪念着欧龙人呢？欧龙尼。后来西班牙殖民者带领他进入。这个地区，西班牙是欧洲人首次有记载进入这个地区。旧金山有很多的城郊中心，包括旧金山、奥克兰、圣何塞为区内的三大都市。圣何塞在1990年的时候，人口普查时候是超越了旧金山，成为湾区人口最多的城市。但是建成历史最久是旧金山。仍是湾区的商业和文化中心。旧金山的高等教育，比较厉害，哈哈，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分校，有这个分校，这种著名的公司不胜枚举啊，Uber、Lyft、Facebook、谷歌，像微软，还有大大小小的科技公司在这边都有，获得那个发展，硅谷就是高科技，它正好就是美国的分工，就是美国，要着是研发中心。高科技的研发中心走在世界科技的前端，成立大量的研发中心，然后它会通过电脑、通过网络，把分配到世界的各地去生产，比如分到了中国，让中国去生产，分配到越南，让越南生产，印度生产，墨西哥去生产，它是这样的分工，然后让金字塔的塔尖儿，就是美国这个金字塔塔尖儿。这个硅谷就是金字塔尖上面这个明珠这一部分，所以是含金量非常大，含金量也非常强，所以就是让这个生活成本就抬高了，房价从08年的时候，08、09、10年是跌到最低谷，08年是出现。下降，然后，到09年继续下降，到10年它有个惯性下降，那时候有的有识之士在低谷买进的时候，那房子现在就翻起来了，有些他就是坚持着没有卖出，咬牙坚持着没有卖出，就是也能够就是回来到它高峰点的一半。或者是什么，所以是现在是经济放缓了，很多地方就是美国的有很多的地方，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趋缓，但是现在最活跃的还是在湾区，还是在旧金山的湾区，湾区还是表现出那种活跃，发展最快的。在湾区的这些城市，就是圣何塞的地方也比较开阔，圣何塞地方比较开阔，桑迪维尔、圣塔克拉拉、三井城和缪尔比达这几个是这种，比较。
比较漂亮，比较表现出来的业绩，一直是走在这种前端，所以人才辈出啊。这边有这个清华的北加的同学会、校友会。清华就是学习在中国就是学习最好的，清华、北大嘛，清华啊，学习最好的理工就在这里，所以有很多的人生活在这里，去贡献着自己的青春，贡献着自己的智慧。好，今天就介绍一下旧金山湾区，接下来我们会接着详细的再介绍，今天主要介绍它这个 GDP 的增长。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